Yeah.
道吗？你是不是想唱酱？得酱。专业的，专业的，行行行，谢谢。
我们明天还有时间抠，就是在你合成前，所以我们 dancer 还会有排练，嗯，好吧，嗯 ，relax， 来，我们往下，来 ，OK 吗，大家？你在现场，我会提前把麦上。
新汤要去演唱会的场馆进行彩排和连排。今天的北京40度，真的很 hot， 真的非常 hot， 但是我的舞台更 hot 啊。这次八首唱跳，他们说你是舞台特种兵。呀、yeah, ，这次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舞台特种兵的这个行为。然后，嗯，我应该第一次唱跳这么多吧，在一场表演。呀、yeah. ，对，就是让大家，咱们就是一个非常值一次看够呀， yeah, 一次看吐，唱跳看吐。并且还是不同风格的唱跳，对的，每一种风格都不太一样。Thank you.
还在试，就是我已经请人进行预拉了，但是他可能在彩排的过程中感觉到。那或者一会儿我们拿个凳子代替。可以可以，我搬两张并在一起可以。灯一直上来了，我们开始。
这次是一个什么妆嘞？我说谁妆？你说。这次什么妆？哎，哇哦，草稿！看我们的老师多么的专业，还有这个。吓人。真的，这个蛮吓人的，就是把我的妆容的细节全部都画在上面。就我每次的这种大型的一些工作，我们的老师都会给我打一个草稿，小型的也要。哦，对对，都要。今天是一整个紫色吗？对，紫色。进了一个新货，感觉他一瓶都要呼到我脸上上了。它是这种，两天过去这瓶就要用完，有点啫喱，昨天已经用了半瓶了。把这个项链直接缝在上面，哇哦，这样你就不用戴了。好的，好看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好的，这个手套你试一下。你先放一下。我这边还好，昨天我两边都给你插了重新滴。我发现我这两场演唱会里面都会有同样的几个颜色。对。是不是红色有，然后黑色也 有，还有蓝色。本来这次是想晶晶莹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我还有那种钻链，我想说缝一些那种短短长长的那种缝在那种，可以，对吧？让它闪一点。而且这一次我的重点是手套。各种款式的手套，对，各种款式的手套，什么纱呀？是，哎，这次的重点是蕾丝，哎呀，是透视，是的，就是那种大露肤。呀，我们有白色的蕾丝，有红色的纱，黑色的蕾丝。
the ghosts of our past weigh my future down. I'm liberated. Energy's like a circle, it comes back around. Reciprocated. 我们这次的发型也是主打一个长。我以为要说，主打一个良心。小心机还没有加，对，心机，对，心机有三分之二。那张脸全是心机。也很好，我们来一下咯，俏皮一点啊，好看，可以，来，好看，有，再表一点，因为眼睛吓死我，好，后面这个戏很多，有了，来，梅琪，晚上演出顺利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说一句不成立自己。随意自黑主题被当作不在场证据，早已变得簇拥而上，手气温是可以模仿，保持清醒静静欣赏，没有退档。可是
我在寻找一颗天空中最闪耀的那颗星，属于我自己的星星。然后我找到了最珍贵的星星之后，我有一些动作，我可能要把这颗星星给你，给到下面看我的这些朋友。然后呢，你们把那个闪光灯亮开的时候，就证明接收到了最珍贵的星星，就证明了连接成功。所以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。